那个大家好，哎，我那个 PPT 呢？那个你别讲了，我还不知道。对，就是那个这次时间也挺匆忙的，然后那个 Genesis 团队邀请我过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之前也没怎么准备，反正今天就临场说吧。然后我的这边的情况是从2013年开始就专注于人工智能跟这个 blockchain 的投资，就是从去年开始也支持过将近10个项目的融资，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刚才说的 10x Omisible 也是有几十倍的投资回报，然后最近的帮一个政府的项目叫 The Key 也融了5000万美金的这个融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大家熟悉的 IOST 是美国的一个项目，还有新加坡本土的一个项目叫 Zenica 也是之前 Kyber 团队出来的，都有非常不错的投资回报。那这一次呢，我在 Genesis 团队也是作为一个社区支持者，就像刚才那个赵姐所说的，我们觉得 Annex 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就创业者，然后产品经理，我们相信 Genesis 这个项目在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团队的带领之下是可以实现的。对，谢谢大家。今天呢，我的演讲主题主要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未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可能就不用 PPT 了，然后他们也是临时准备的，我就是直接跟大家说说我的对于区块链的一些理解跟想法吧。在2005年的时候，Ray Kurzweil 写过一本书叫做《The Singularity Is Near》。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它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的。当你到了一个 singularity 的时候，所有的技术会呈现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我们认为现在这个 singularity 已经到来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AI、 Big Data、大数据，包括 3D 打印，然后纳米技术，包括区块链，所有的技术呈现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而我们认为 blockchain 技术是这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不仅是因为区块链它实现了一种点对点的存储还有价值传输的这样的一种属性，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知道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然后我们说一下区块链它的属性吧。首先有以下几点，它是一种点对点的传输，它不可以篡改，它是公开透明的。也正因为它有这样的属性，它可以被运用在金融、知识产权、数据交易、金融市场、物联网等其他的很多领域。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区块链的技术还处于一个发展的早期的阶段，它也存在着很多技术的瓶颈，包括存储的限制、扩展性的限制、隐私保护的限制，还有缺乏交易、缺乏开发工具，以及它的供职机制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刚才 Annex 也说，他们就在这个 Genesis 这个项目里提出了 POC 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也探讨过，其实我们的供职机制也包括 POW、POS 还 DPoS。我来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从这个它的那个速度方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比特币出来了，那比特币的交易它是 TPS， 它是7笔每秒，而到了2013年以太坊出来了，以太坊的传播速度也只有3000笔每秒，那相比较传统的金融的传播的速度，比如说 Visa、 Mastercard 他们的TPS 是4.7万米每秒，也就是说，虽然区块链的技术大家一直在致力于去发展，但是与传统的这种金融的技术来比，它还是有存在着很多的缺陷的。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区块链的发展趋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底层技术的多样化，包括怎么样达到一个各方相均衡的一个共识机制，怎么样实现怎么样实现速度？这个我有准备。不好意思，实在没准备。行，那我就那个不用 PPT， 说说我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说从那个去年开始，我这边呢做过很多的项目，然后我就说说我对于整个包括 ICO 在内，包括区块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首先就像我说的，在技术方面肯定它是有很多缺陷的，与传统的金融技术相比，它属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它技术非常不完善，特别是在共识机制这一方面，就像那个 Genesis 提出的，比如说这个POC 或者是 DPoS， 比如说半暂停均衡，也就是说大家怎么，其实共识机制说白了就是说怎么样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包括开发者，包括矿工，包括用户持有者。所以区块链的本质它是一个各方利益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就是讲说，区块链的技术除了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都说它是一个就是 transaction， 所以它可以，它的早期的发展主要是一个全包，然后这个就是比特币或者是说以太坊的这一个传输。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央行都成立了自己的区块链的中心，然后去积极的去探索区块链在更多我们生活里面更多领域的一个运用，然后包括刚才所说的防伪溯源，然后健康安全，然后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娱乐的产业。然后我去年呢，就是那我就举几个我接触过的例子吧。比如说文化娱乐产业，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有 InkOne 是中国的一个项目，然后它就专注于怎么样把名人的时间然后搬上链，然后实现这种版权的所有，就是防止这种版权的侵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苗安就是另外一个天币，去年的那个，它的那个币价的那表现也非常不错。它就是实现一个我们可以自己去购买名人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防伪溯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去年 WeChat 也是有，200倍左右的涨幅吧。那主要的它就是做一个防伪溯源，就怎么样可以去鉴别你买的 LV 或者是 Gucci 它不是一个假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到了今年这个就是去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区块链或者 ICO 吧，它呈现着一个就说是不管是任何样的一个团队它都可以来发 ICO， 对吧？然后国家在94的时候也提出了很多的监管，包括这次315，其实大家也是人心惶惶，认为说政府会国家吧会对整个这个 ICO 做一个取缔，然后整个的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包括以太坊的价格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动，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整个虚拟货币它还是持一个比较保守，甚至是反对和打击的一个态度。今年呢，我们也认为整个对于虚拟货币的行业它是一个全球监管的态势，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还是就是说一方面是出于反洗钱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就像刚才 Alex 所说的 Genesis 它就是想要一个大同虚托邦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吧。那正跟政府所提出的这种中心化的这种自治
可能也是理念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就是，但是我们要不可以否认的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生活它是有积极影响的。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吧，就是说一个就是行业自治，我们怎么样自己对自己做一个监管，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项目，另外一点就是行业与政府进行包括各国政府在一起进行沟通，对整个这个 ICO 的产业做一个就是更加健全的规范吧。那我们认为整个 ICO 它也不可能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就自己完全实现一个自我的乌托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会积极的和政府去进行沟通。那么新加坡本身来言呢，从一直开始以来对于整个区块链包括 FinTech 就是一个非常乐观或者是说非常友好的一个态度吧。而区块链作为 FinTech 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一直就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一点大家也应该知道，从去年开始很多的项目也来新加坡去落地。在最近结束的 Money2020 里面， MAS 的总裁就公开说了Never say never to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going mainstream。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就现在我们就是私底下可以说我们这边呢正在和 MAS 进行沟通，然后今年呢我们可能提交一个就是行业自治的这样的一个法规给到 MAS， 然后希望呢就是政府也看到我们作为社区也在积极的推动和政府相合作。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我这边那个主要就没什么了。我觉得主要的我的经验就在于社区吧，像我们基本上服务的十多个项目的话，社区都能做到4万到5万人，就是 Telegram。 然后在这个 Legal and Compliance 方面，我们服务的企业已经超过50多家。然后的话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 PR 跟 Marketing 方面也非常有经验。然后就是不好意思，然后这次过来是比较临时，也没有准备。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你能不能讲一下这次你参加那个 G20 峰会的情况？就是香港那边，然后这次区块链方面那边的一些反馈，能不能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是说那 Money2020 对吗？对对对，就是 Money2020 就是整个支付包括这个就是 payment 方面还有这个 fintech 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然后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很多区块链的公司也会参加，包括国内的那个 Quantum 还有 Genero， 这些就是去年就是表现非常不错的项目都有参加。然后在 G20 Money2020 的时候，新加坡总裁刚才我已经说了，就公开的就是做了发文，就是说觉得虚拟货币可能会成为主流，然后永远不会对这个就是blockchain 技术说 no。 然后我们也是说在一方面就政府会去监管，然后防止这个就是金融方面的风险，那更重要的政府是希望拥抱这种技术的创新。对，刚才我看到你的 PPT 里面你要非常走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相比较金融而言，区块链在非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更靠谱的。然后呢金融方面的落地其实都还是在炒概念，因为大家要知道金融对于整个的技术的要求是比非金融要更高的，对吧？比如说你这个刚才我也说了，比如说国际的清算它的那个速度就至少得是，我们刚才说了 Visa 是4.7万笔每秒嘛，就 TPS， 但实际上你在那个clearing and settling 方面的话它可能要达到20万笔每秒。而现在的就是说去年有一个项目叫 Sharding Blockchain， 它也就是说线上的传播的速度最快的 testing 也才3000 TPS， 所以它去金融领域的落地是很难的。相比较而言，我觉得非金融领域比如说防伪溯源、物联网就是物流这方面领域是更容易尝试的，包括农业啊各个方面，我认为是更容易落地的。我觉得它主要是
仅仅是它的那个，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我觉得区块链技术还处于发展非常早期的阶段，不仅是包括它的速度吧，还有它的 security scalability， 其实各方面都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它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落地吧。所以就是去年的话，很多我们发了很多的区块链的项目，但实际上更多的我认为都是在炒概念。即使到了今年，我认为大部分的项目也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投资人更加倾向于投资一种底层协议的项目，而不是说这种应用型的项目，就是因为其实它的 infrastructure 还属于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我们更希望在社区里面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好的 infrastructure 的项目。它不是一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是3到5年的时间，它的技术上才会有重大的突破，能够达到商用。不是在金融领域，刚才我说了，就是说整个区块链的技术，它本身就现在阶段来看，所有的说是应用型的项目都还只是在炒概念。那么就目前的整个区块链发展阶段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所以我们更注重在就是做 infrastructure 项目方面。比如说去年做的有好几个，除了 Quantum 是做一个跨链协议的，刚才那个 Annex 也顺带提到了一下，然后包括就是Cortex，还有Elf， 然后马南，然后去年就是涨幅你看表现很好的都是底层的项目，包括 Zenica， 对吧？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底层的项目它本身就是现在投资者更看重的。那如果说刚才说的大多数的一个应用就是一个概念的话，那如果今年要发一个项目的话，那也是仅仅都说停留在概念上吗？当然是有点绕啊，对吧？我们是打算今天发那个项目，所以说也很关心那个事情。其实主要还是看你们的业务逻辑设计，我觉得。是吧？如果说业务逻辑设计合理的话，那么它即使概念融入进去，那么只要你们用得起来也就 OK 啊，我觉得也可以啊。嗯。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就是概念，还是看你们主营业务是什么。反正我们也在。线下都耽误大家时间，我们下面再聊。谢谢。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文化娱乐产业这方面相关的一些上链的项目，然后最近我们也是比较关注的知识产权这方面的，就是听过吗？你有接触过就是类似的就是比较推荐的项目，或者说这些项目你觉得现在上链他们遇到了就是上链或者落地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就是说我觉得上链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之前说的那个 InQuant 就默链嘛，它就基于 Quantum 做的一个就是 DApp 嘛，就是它去落地本身还不是一个问题，比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它整个区块链的 infrastructure 底层的技术根本达不到这个支持不了它的这个运作。所以就刚才说了，我认为好的一个就是说 DApp， 比如说 Prediction 对吧，比如说 Genosis， 还有就是之前那个菩提去年的一个项目对吧，那这个就是说还是比如说刚才 Alex 说的，他们就是一个做一个社交或者是说做这个游戏，那这种就属于 娱乐嘛对吧，我们是尝试跟这个探索，相反这种东西我觉得实现的可能性还更大一点对吧。所以说就像刚才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相比较金融我们觉得非金融的落地会更容易，就是不要求速度，速度是它的一个部分吧，主要是就是区块链主要有三个方面，刚才我说了嘛，就是说一个是scalability， 一个就是它的 transaction， 一个就是它的 security， 就是安全、速度、性能，它这个三角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平衡。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所有的这种公有链它都有个共识机制嘛，所以共识机制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这 developers、miners 还有 holders 三者之间的平衡，就所以大家都在讨论的阶段，就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一种共识。对，谢谢大家。